欢迎来到王者荣耀，是时候来发炸裂的开场了。保护我方输出，防水炮台那可不是吹的，将你轰成渣。他说分出不要让我们可以上去开团，守好他，保护好我再冲锋。来自长者的慈爱关怀已进了炮堂，好好感受一下温暖。怕什么，优秀的机关值得以优秀的炮灰擦拭。一击入魂，摧枯拉朽的力量，扛着各种伤害，开炮走向胜利的领域。在驯兽方面也有着丰富的心得，总是闪现穿墙逃离敌人的追击。正义或许会迟到，但绝不会忘记砸到你的头顶。投降的时候仿佛又听见黄忠说，他说稳住，不要让我们可以